音乐大，现场实况录音，低歌量啊，风门秀第三集。诸葛亮爱风门秀，诸葛亮爱风门秀，七彩灯光变化节，高级音响头一家，综艺的笑剧大行业，诸葛亮爱主持五路咱大家，风门歌车，予咱笑嘿嘿。全省找无第二个，诸葛亮的风门秀，亲像好酒斟红茶。朋友听完一个报一个，一家报一家，诸葛亮的风门秀，节目精彩无问题。安静啊！喂，恁爸若撞到这种的两个，我真正出山。哦，这边的猪哥哥，你过去煮姜梅来吃。你名不是姜梅哦。好呀，好啦，米椒啊，拜托的，咱大家好朋友啊，你姑姑啊，你讲话啊，啊，你唱歌声都袂歹啊，你那讲话那声嫌迄就行啊。那我都无。哦，安尼啊，喂。真正这款声听久，感觉怪怪。你怪怪，我听到内裤流啊自动开呢，惊死人诶！哦，阿弟啊，你来三干的啦？那无法度啊！是那无法度啦，你拢无食饭面啊？有啊，啊食袂肥哪会度？食袂肥，你食的方式唔对，你慢慢啊食，对唔对？你食饭安尼好屁屁叫，干你赶时间，免阁胃嘛会歹。伊食饭有法度当屁屁叫，伊咧食饭干那袂输鸟啊咧通吃啊呢，一粒一粒食呢。哎呦，可怜哦！啊，食一顿呢，可怜呢，便所惊三转。食一顿便所走三转。哎，食到真蛮有骨头的，莫怪三皮八，你食啦。我听人讲，讲你有二十一斤无？两百十公斤，安尼唔得。无啊济哦。大诶，你嘛安尼讲是有影较超过。我是有一个印象，感觉你十几年前较早因那个水鸡兔啊时阵有无？我讲惊死啊！诶、欸、啦，迄、那个现到今嘛咧，敢若拢无半点啊肉生出来的感觉啊。那无啊度嘛，拢着人生嘛，啊食袂肥嘛，所以阮讲话嘛无力啦。对啦，可怜啦，那这名的鸡鸭呢？这样鸡鸭就爱鸡较赞的，伊若叫就上三日翕死。啊！别别别，就上，好你翕死，安尼唔得。好啦好啦。那呢？那个主持人嘛爱讲饿了。啊！你就袂饿了，一个无半块肉通我饿了。是啦。是，阮有想要甲你学咯，但是阮看甲即马要找无优点出来。嘿啊，啊伊这哦可怜的，走去百货公司哦，要买内衫叫可怜的，买了华哥迄无，无伊的 size 啦。安尼哦。嘿，伊穿 S 的上身呢，啊，佮剪一叠起来 S， 佮剪加一叠啊起来，啊做 S 啊 S 啊，啊手都爱夹面的，无手若开哦，落落来。哎呦，阿黑莫咧下条啊，哟！啊，有一摆哦，未记得夹咪，啊，黄色电焊咪烧香烟，加一个鸡肋啊，对阿伯去啊！完了！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，无怪哦，无怪我听厝边讲住的隔壁偌恐怖嘞咧！恐怖安怎？我从暗时啊起来要放尿啦，拄啊开始要放尿，伊安尼，哎呦，这！拢随叫转去，烦了喂！安尼袂要紧呢，有一摆我含伊去公园去大饭店啊，嘿，那人哦，做警察要来弄门锁闸，门开开，找无伊，伊人走去对，
夹伫个这门旁吗？那严重啊！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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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有你啦，尾啊警察入去，警察就你弄出来啦，安尼唔就好。慢侬讲正经啊！我来正经讲吼，其实这个咱嘛卖看林美娇安尼，伊这种的吼，带着伊加偌省的呢。好样！你敢带我唔敢带？大，你安尼讲到外行啊！你嘛去带你什么周美仪、陈金佩、哇白话，一顿吃十几斤的嘛，对不对？哦、吃久会破产的，啊，这种的拢唔免。白饭烹一碗，伊在这边啊，甲你坐，甲你挂，饮料甲你嗨，吃啦，白啦，白啦，免菜拢送落去啊！安尼哦，系啊，免菜吞落啊，拢吞落啊！伊若讲迄落啥烹啊，白饭哦。嘿，那食下来就有鬼啊！你若捧白饭来，拢无菜哦。都无咧烧烤尾饭个。慢讲啊，伊歹叫。啊，我这个查某啊，真奇怪，人个落雨天安尼哦，大家举雨伞、撑雨伞安尼，有的是压到淡落落安尼。雨已经雨中行过，身躯打酷酷啦。是啊。闪雨棒嘛。我白话嘛，下边食你个脚骨吼。有高低很大肌无？啊，有像甘蔗很大肌无？骨个大块。啊，有啦有啦，像牛车骑啦，恁唔得好。好啦好啦好啦哦。但是今日穿的衫裤吼，未歹看。嗯。较早你穿吼，真正你的缺点哦，你家己有自卑感。恁无脚瘦啊，穿只裙较长的，干嘛讲脚白白啊？高锥较早唔是啦。穿什么安尼包啊，安安安什么 A B 裤啦，西装啦，是一个包啊头，安尼啊，话远看，敢那一双低面顶插一个贡丸。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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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这唔能够含咧讲啦，讲咧我才性命都无，我讲咧哦，我真正来给谈伊个，你知道啊，多谢你来参加我诸葛亮的访问秀啦。那，我要走了。再见好好，是嘻嘻哈。
多好。亮哥你好，大家好。你是北港妈？不是。也无敢是大港妈？不是啦。也无是对来。我是台北的啊。哦，台北米酒妈。唔对啦。妈祖你降临诸葛亮的舞台秀，有何贵干呢？哦，我是在看哈诸葛亮舞台秀的朋友啦。哦。啊，你当时做妈祖？无解，我是赵永新啊，你袂认个哦？我知啊，啊赵永新，你当时哦政府调来做妈祖？无啦，人家穿这新娘仔衫啦。这啊新娘仔衫，这明明都妈祖的挂香穿的，你来？敢有是妈祖？哦，你赵永新哦？啊。啊，我拖一下啊，我俩就讲赵永新，你奈无代无志向，互政府派来咧做妈祖？哦，只属于新娘仔衫。对啊，我是为了做节目，啊，穿安尼。为着唱这块歌《上花轿》，对，所以你才穿这书。是，我错一下啊，今麦未歹吼，足穿的。哎，那今麦目前花西路主角你上穿的啊，对不？妈，你讲啦，无啦，你讲。不是，你运好，你所演的连续剧，大家拢真受欢迎。谢谢。你想，你也捌做过什么？秦汉的查某囝，几度夕阳红。哦，啊，捌演过什么？秦汉的爱人呐、啊，烟雨蒙蒙。哦，对对对，尤其是一支上演了上好，和观众上亲切的了解。嗯，庭院深深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你演迄个翠山，你安尼一个安尼这水的查囡啊，安尼演一个起笑的查某，安尼笑到这吃力，真不简单，真不随便的呢。不是起笑的啦。啊，无迄啥物会？那个叫低能儿。上海就低能儿，低能儿就是我、哦、这边那该谁就是阿达，哦，头壳小破，嘿嘿嘿，哦，还有 M 是叫做阿达啦，还有叫打劫啦，打劫，你也会讲国语哦，没啊，我叫帕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演了未歹呢，谢谢。啊，你样演戏哦，我有听讲讲你饰演原本就有那个镜头啊。我好好的。有啦，恁老母甲我讲，我讲你细汉五六岁时阵有迄个镜头啦，啊，讲买啊，伊又好去啊。啊！啊，这段时间佫演这个庭院深深哦，才佫临时去又夹起来啦。无啦。哇！啊，这时阵我奈你有法当演呢？你若会来，嘿，雄雄吼，雄雄来演红看卖啊，好唔好？卖啦。会来啦，我著听恁老母咧讲，讲你为着这出戏哦，啊，暗时啊，我要惊死啊，讲甚物为着惊演呢唔好，啊，惊观众。来哦，做唔接受，哦，讲剧本体咧，啊，就入去恁的房间内面，三更半暝门关咧，揢一个大迄件，啊，当遐照，啊，当遐讲，啊，讲到外口，恁老母是讲半暝呐还袂困，当作你起笑咧，哦，嘿，尾啊讲请西公来养，唔知有影无影？公公出来。无啊，啊，这是真正，啊，真正你饰演有这镜头。无啦，我为了演这个戏呢，我去起居班。三有在起居班，起居班就是专门收养低能儿的学校。哦，哦，专门收一挂收破的对啦。对对，好好，哦、啊，甲因斗阵练习哇，啊就学伊个讲话啦、表情啦、啊动作。哦，未歹未歹，当场做红看嘛。你敢若讲退散的声，红听看卖就好。安尼，你要靠啊？不是靠你啦，我看安怎笑啦。啊，尽量笑我较食力的啦。是变哪较食力啊？我看最好是看笑较痛下痛苦袂啦。啊！哎呀，痛下痛苦上好啊，人家爱看痛下痛苦的啦。啊，我痛上痛苦，你要怎样？哎哎，啊，你来讲咧，啊，你的意思你痛，啊，我唔得，我爱痛啊。哦好，我爱讲，你若真正敢笑较痛下痛苦，我伫高粱啊穿内裤出来主持，佮跋一个较大的，恁别内裤遮吼，佮兼乌空，安尼唔就好。啊！大家看无呢？哎，看无啊！我正好我红看有，我唔多，唔多好假痛呢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大家只听到声音，看不到画面。无阿姐，人听有呢？啊，听我用想象哎哦！我这第十集嘛，唔是简单呢、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来演庭院深深的一段戏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。那我演翠山。哦。那你呢？跟我一起搭配演好不好？我演。嘿呀、啊！我要演啥？你演到我戏内底。上界重要的角色，吼吼，对一个男主角秦汉。啥？我演秦汉？是啊。你唔在找他我？我这条型演秦汉，我演了找你啦，我用整个老面孔话咧。没啦，秦汉唔是普通人会使演的哦。不要不要。就是啊。我只爱锻炼，唔爱做男主角呢。试看卖好不好？我头毛爱吹起无？
我做男主角哦，好，做秦汉，好好，我做公生，要来找您姐姐韩嫣呐。好，啊，你算我找哦，这韩嫣找无去，等着翠山呐、啊，哎、啊，就对了。好，我演秦汉。嘿，嘿，卖啦卖演秦汉呐。啊，不变呐。规矩改一个啦。啊，改啥？演秦汉呐，唔多害我红精咧，对不对？我规矩哦，改叫做朱汉呐。好了，也很可爱。啊，算我要出来找韩嫣啦，哈。来，开始。嗯。哎哎，安尼有行无？等。唔对啦。行当，白白，我白白无画落来。嗯，是啦，你安尼未歹看，今麦就流行你这种发型。不过哈、哦，这个戏里面秦汉哦，在庭院深深里面是一个车眉。好妖啊！我阿妈做男主角，头一摆做我来做车眉哦。你爱演男主角的啊，这个是考验演技。不，青梅简单，青梅目睭吼，目睭银啊，卖叮当就好。对。嘿，啊，即摆你安一直行，目睭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拢卖目睭银卖乌白耍。对。我前下拄仔咧做青梅啊，形容一个查某拢穿内裤出来啊，你将我一定会划过看呀。青梅嘛是爱笑我刺激一个，对不对？你也当个无看。慢慢，我讲啊，我真正袂晓演男主角啊。你叫我做男主角，你还叫我做来做秦汉的身躯边迄个，哦，还是来演家迄个翠山的阿达一对，哦，迄个无得看。啊，你讲叫我演秦汉，伤咸啦。没啦，你即马是朱汉的，好好好，即马开始。没啊，朱汉哦，就是做个老官，人个嫌个老卵，迄个叫朱汉啦。你都唔知影你的关系，你干那结合做翠山的声吼，啊，好听看麦啊，好。好，开始啊。嘿嘿。你卖差、啊？没，靠腰啊！这做阿大后在放尿的，用湿的。不是我叫大家爱注意听、啊。人有在听啦、啊。我的名字叫做翠山了，这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啊，在这里跟大家说话。那翠山心里有小秘密，可不可以说出来呀？可以，尽量说。说什么？你姐夫啊？我姐夫怎么变这个样子了？对啊，今年流行这样子啊。哦，你好奇怪，怎么穿个内裤就跑出来？靠腰啊，什么内裤啊？啊，你阿大呢？你小破呢？小破，你还看我这是内裤？对啊，这西装短裤啦，专性干那我咧穿短裤西装的尔啦。西装裤是长的。内裤是短的。哎、欸，你古怪嘞！你阿达，你那也笑成我的短裤要穿回？你要问清楚啊！哎、欸，等等，姐姐韩嫣在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要跟你说？你还跟我说啊？我是你姐夫啊！好嘛，那你要对我好一点，不可以这么凶。好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那姐姐韩嫣在哪里呀、啊？这样子好不好？找宿珠姐姐。嗯，宿珠姐姐，啊，你我暂时签没，你宿珠来，恁爸帮忙帮忙啊！那我找一个好不好？找哪个？林青霞。哦，林青霞，嘿，明白啦，嘿，明白。喜欢啊。嘿，我当然喜欢啊。嘿，看来要看的，有时啊看不到的，对不？不简单。啊，你按临时按写当的过哦。演完了。哦。我还没有演到哦。还没演到。对啊。够黏的呀。对啊。啊，够像你演的，够一直刷了呀。没啦。你按主演，我讲实在呢。演是演，但是唔茫个性阁压起来。你即摆是好安尼阿乖啊，你唔茫计昂，你到时哦，即个哪个发作咧到底，你人怎啊惊死呢？怎么会？那会袂？啊你诶，那如果香港诶做，你人倒转来，先生，你回来了，你要先出房还是先洗澡，或者要睡觉？你人拄啊惊起来，可穿来睡觉。不过娶这样老婆也不错，他绝对不会管先生到哪里去。啊，那个代志，啊，你都规矩叫阿杰来相孙啊。行哦。嗯，叫阿杰，你走去偷听啊，也未约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欢迎你来我诸葛亮舞台秀，来给我做特别来宾。谢谢。真欢喜你，来你拄只唱一条做《上花轿》，即马刷来要唱对一段。带来一首老歌，曲名叫做《夜来香》。来，拍婆啊，过来姐。来这首歌曲。谢谢。吹来清凉，那一起身起床，雨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有那夜来
想吐露这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这夜来香，闻这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不简单，就搞的吼！台湾歌唱了好听，你是倒位人？我是湖南人。你湖南的人啊？我是湖南人。哦，湖南的人。湖南人。我安江的人啊，不简单啊！你外省的就对了。外省的。外省的唱台湾歌会当唱到迄好听无几个。哦，足久啊！尤其是你演的连续剧拢台语的。对呀。最近呢，演这出这。船过水无痕。啊，这台湾那边哪讲？船过水无痕。哎，这个标准，安尼你演连续剧这应该。安尼哦。这个连续剧咧，你演了未歹。多谢。尤其最近你在阮三立啦，录影带内面，特别啊做个人真好。拢是你教的啊？我会记得你较早啊做一支那边低谷量啊，以假庆军呐、啊。嘿。哦，你做我的母。对。还有一个叫做民间习俗的故事，温温和顺心地，你做晚母，做伫酒家上班，啊上班噶一定敢那退休啊，领退休金啊，啊甘愿来嫁乎我这个人，歹人，也好心，啊再去替迄个女主角报仇，替迄个女主角伸冤，尤其最近呢，落去出又搁较赞，多几出啊，狄公狄孙啊，迄出的我知影，狄公狄孙呢。这部是连续有五集的连续剧，但是你演了确实不简单，多谢，真好。因为我是做一个老顽固的阿公，多谢啊。我做弟公，你做弟孙，我是做一个重男轻女。因为阮后生就是恁老爸，对，也恁老母呢，就是我的冤家主的查某囝。我不允准呢，恁老爸啊，甲恁老母做伙。你老固执嘛？嘿，也不然两个人啊，小撮团走。去出国去，结果咧两个人家己去做公证结婚，才生你。一生你了后咧，我一定老啊咧。十八年了后，你十八岁，话你倒转来要来找我，要倒转来找我，惊你生你是查某的咧，惊倒转来哦，讲我无爱你，惊无嫁你，也惊为了惊你老爸啊，我哥啊赶出来。对啊，结果咧。你同我咧怒扮男装，无法度哦。为着这恁老爸甲恁老母啊，都来喊我做伙。结果我本来看到恁老爸、恁老母啊，足生气的就对啦，无爱听。哈，结果你叫阿公，嘿啊，我开始讲，哪有这个囡仔？
阿姨阿哥讲，嘿，结果当时阿公伊就是伊后生，叫做俊男嘛。对。哦，我俩俊公，你真正是查甫的呢。真个就行诶。嘿，结果你是啊做查甫，你扮查甫的啦。啊，我哦是看到我的孙啊尔，哦，我就足欢喜啊呢，对啊，吼、哦，我这个金孙玉孙吼，就真欢喜啊。嗯，这件代志也对了，恁老爸甲恁老母啊，一切我都无怨恨啊。对，一开始就含你做伙，当孙啊两个真好。哦，啊，你也真敖搬啊，当作我甲他搞啊呢，我安尼含你倒不能个写作证啊。无啦，尤其一张是上古锥，多几次，一张是啊令我难忘。这实在啦，演戏我演家呢也唔捌碰到这趣味的啦。因为我做阿公呢，啊你做女扮男装的查甫孙呢，一来你喊我做伙，你甲我塞奶，我看到孙啊，什么代志都万事休。啊，今麦讲你买洗身躯，阿公讲咩啊？咪洗。嗯呐。系啊，啊就是要洗啊，惊白啊。因为你查甫的啊。啊，我唔知影讲你叫做查甫的啊。也袂含你洗，啊！你就有迄个办法，通去慢慢啊，甲我应付。我要带你去洗三温暖。嗯、哦，啊！那含我洗，干那我咧看咧啊咧。啊，来去洗三温暖，吼吼！大家看代志就大咧啊。啊，那是佫无要紧，佫有一天，因为啊，公疼孙嘛，就是讲，哎呦，俊男的阿孙的，呀、阿公哦。都阿妈炸得过身呢，对啊，啊拢家一日咧困，一今仔我当含无做俊男嘛，含你这个金孙玉孙做伙，嗯，啊无来去我的房间困咧。哦，我会生气，你手都乌白帮啊！我靠，乌白帮啊，乌白帮！对啊，你靠乌白安尼困啊！我怎有卡困呢？有啊，困我顶头啦！就困在顶头啦！困我的卡在顶头啦！困你唔是啦，迄个时间讲我歹困啦。啊、你就是要应付这个阿公呐、啊，呀、阿公哦、喔，就是讲啊，边边拢查甫的咧，我都翻过啊咧，对不对？脚都破落呀咧，啊，手都杀落呀咧，啊，这阵结果我困也唔知杀到啥货啊！哟，别讲你根本都无困去啊！有啦、啊、，OK， 你都精神啦，把演戏的啦，对不对？我是讲导演搞白啦，哦，也白家你安尼刀家安尼直直吼，啊，我正脚破过，啊，正手破过。安怎？你还笑啥物事？小花有破掉啦。破掉啥物啦？啊，有无？迄你家己知影，我家己心内爽就好啦。赞赞赞！尤其我真感谢你，阮、这个那天唱片公司，阮这低姑娘啊，方梦秀，这是第十集呢。哦，安尼哦。第十集呢，所以阮董事长廖调西专工请你来遮做特别来宾。拍死拍死！啊，你的歌唱了也袂歹。哎，您听的啦！啊，真正没办法。哎，朱大哥你好。好啊，不好看到你就好了。真的、啊。对，因为你水嘛，啊，看嘞，大波人拢安尼嘛。哎，不错哦。是吗？那我想问你一件事哦。好啊。我希望你坦白向我们全省的听众啊，来回答一下。好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最近观众、听众他们对我们两个事情误会太深了。什么误会啊？这个第一所的杂志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写的什么林以真倒追诸葛亮，听说诸葛亮又不爱你，有这件事吗？哦，这件事我也听说了，这是我朋友告诉我在杂志看到，我到现在其实也还没有看到内容是怎么样。你没有看啊？还没有啊，找不到这本杂志啊。哦，那我想他会这样写，可能是因为啊，以前我刚出道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就是跟朱大哥同台嘛。那朱大哥人很好啊，其实他不只对我好，对任何人都一样，都是一样很好。那可能是我新人，他都教很多舞台上要怎么样表演会好啊，戏怎么演会有进步。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的话多说了几句，人家误会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你现在讲的话跟杂志里面完全没啥牵连。他不是这样写啊？不，这件代志本来我也不知啦。嘿，这个杂志我本来我也没看。哦，啊，就是因为阮某去电头门店洗头啦。嘿，结果去看到啦，吼、哦，生气呢，为本杂志我提转来给我啦。真的、啊？讲大，你看嘛，哦，写啊，你连一点啊意思都无，讲什么林以真的爱你，啊，你无爱。你低估量的人，你也当无爱。你敢知影这件代志，红啊要冤家多久？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！你大嫂在了解你的为人。啊，你真正拢无安尼想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呢？平常跟大嫂都这么好，平常我们都很有话聊，你不敢呐、啊。安尼这杂志迄个写的人，敢会安尼
我真感谢伊啦。哈、啊？算伊看我有气，可能要甲咱做媒人做，把咱两个看会做会袂啦？不会啦，你不要乱想啦。我是袂啦，看你乌白想袂啦。我不会，又怎么会呢？啊，不会，那就不会啦。啊，会就大家来嘛。林妮珍最近有一个消息啊，嗯、啊，我们谈正题啦。好，我希望您啊，我们以后都很常在一起啦。嗯，作家也做会啦。因为最近吼、哦，我吼、哦、啊都欠人真济啦。对呀、啊，欠人家好多钱哦。靠呀，我唔是钱呐、啊。哦，欠都是欠上你吼、哦，就这个做低估量的风门秀，这回是第十集。嘿，啊，这我刚讲的，还讲要落到二十集的咧。啊！但是我录到第十集咧，我都赶紧咧，就一定要给录啊，因为无时间啦。哦，啊，搁电影啦，哦、电影，搁录影带啦，录影带，我规个拢截掉，因为迄阵我调枪嘛。对啊，调枪煞拢无法度人来录咧。对，尤其是那天唱片公司这头家含我太好咧，是是是，也搁我系认真人咧。哦，较早我输掉不钱借我咧，输掉，所以我含这头家我是对电话特别好个啦。对啊，啊，因为我时间哦太逼个关系啦。啊，因为我这回公演若是做山，我有两支电影一定爱共拍好山啦。真的，嘿，一支叫做阿杰啦，要做兵啦。哦，阿杰啦要做兵，我是甲杨宗宪做个啦。哦，杨宗宪。嘿啦，啊，一支叫做《低谷量》啊，当着鬼啦。哎呦，恐怖片。嘿，当着鬼哦，这支哦是你要做女主角啦。哇。嘿，啊，要搁一个女主角叫做王祖贤啦。啊、哦，王祖贤。哎，王祖贤因为较早伊哦，捌做演一个叫做《倩女幽魂》有无？对啊，对啊。伊做鬼相型的啦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也是这剧情未歹哦。嗯。低谷量啊，当着鬼是这部电影拍的一定作战的。真的。伊也算讲哦。王祖贤是算好野人的查某囝啦，也去登山玩足啦，啊去撞到三个吼花花公主啦，一看王祖贤水啊，哦要甲小弟哥呢，哎呦，做甲三支个山顶一根草料啊，三个煞来轮奸呐，哎呦好狠，哎呦啊甲轮轮到到尾啊，哇王祖贤煞用轮死啦，一死了惊代志暴露啊，拄啊将这个做王祖贤吼，改灭死啦。哎呦！嘿，拄啊，甲台东的迄个山顶的草料后壁迄块空地啦，好可怜哦！啊，这部电影我是演一个吼，拄啊输脚啊，拄啊走投无路，拄啊走地下去啦。哎呦，怎么跟你个性这么像啊？靠腰啊，剧情啊，剧情啊，什么个性那么像？好啦，剧情啊。啊，我是走迄个料啊，遐密啦，啊密者煞摇紧啦，啊摇紧，我尾后拄啊走去哦，做迄块空地啊放摇啦，摇一个放来尔，吼吼，王祖贤见面就讲。你哪会甲我放尿啦？吼、哦！我规个拢惊着，我规个拢惊，还是上在讲话。我啦，我就是予人灭死。啊，你甲我放尿这个所在，哦，我规个只骨头脱开，佫兼脱掉啦，安、啊、就对啦。哎、啊，我讲咱有缘啊，我哎呀，我死啊！我听到讲迄鬼喊我讲有缘吼，讲我死啊！你一定爱替我报仇。我讲你靠妖啊，免哪报仇啊！啊，输掉输到无半仙，走路走来山顶，这间料啊，这味尿紧，这来这放的，什么那边含你有缘，免了替你，免了替你报仇。我身躯都无钱啊。也尾来讲，只要你若是要替我报仇啊，钱的代志，看你输掉输偌济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来。真的。嘿。哦。啊，就讲啊，你伫对输的，我惊。吼、哦，就随处呀咧！哦，我唔知影讲咧做鬼吼、哦，出门拢倒溜冰鞋，一日就出呀。特技。嘿，随处到交警啦。哦。我讲靠腰啊，你干咩去跋脚？无钱有啦，你无看，车拢钱啊。我讲迄唔是啦，迄贵个拢银纸，迄哪钱？哦。你好心的人，你好人看当然是银纸。哈、嗯。你若贪心歹人来看，一定是变现金啊。哦安尼就对，吼、哦，啊就开始坐落了，一直拔呢，吼、嗯哦，啊，规个脚脚看到讲，哇，低估量啊，佮摸一堆现金来，好稳妥的，要甲我将拜见三个，要拔我一个呢，这样子，啊，我是讲鬼吼，看我要来，对不对？嗯、见面就伊安尼，哦，手气真歹呢，见面摆啊举起来尔，吼、哦，见面去摸，随大牌啊，真的、哦，嘿，啊，随大牌，我随越过看迄个鬼，随、嗯、越过来尔，变中空啊，哇，嘿，佮再去也摸，又佮大牌啦，啊，随越过。看到迄个鬼，鬼甲我笑一下，随便中空啦。哦，会变呐、啊。嚯、哦，逐支入，逐支中空，入甲听，我知影讲这支牌啊拍哦，人一定会到的。嘿，我见面就拍，对面卡发砰，哇，砰，特别甲我到啊。怎么办？啊，结果哦，一个伊要甲我举到呢，嗯，我就越过看鬼啊呢，啊鬼就嘿嘿嘿嘿。嘿，这喙齿无，两支鬼牙啊，就落出来啊，就迄个牙发砰迄个啊，躲迄个看。
你敢呼？你呼大，你敢也去教？吼、哦、吼！迄、那个水瓜讲我唔是教，我是碰尔，水拆砍我教。吓死了！嘿，好、哦、啊，我真正赢足侪交钱个。嗯，还讲啊，你个钱一定赢转来啊，你唔来替我报仇。我是讲，哦，我较贵会当替咱做代志，恁爸都稳的，这声恁爸好个啊。我无啦无啦，后现紧的，我敢若有钱，啊也无某啊，啊要安怎？啊无你是爱做一个，我爱较行遐吼，有一间大金别庄，伊千金小姐啦。哦，迄个就是你做的啦。哦，我演的。你就是做迄个女主角啦。哦。啊，你演好个，人个千金小姐，啊你佫水嘛，啊你无看我无记无爱我。安尼哦。哎呀，我来甲讲，做林依珍啦。哦。啊，迄个贵哦。听到讲林义珍好，你当家当我，我来去找，是，好就随顺你安尼，就去到恁家啊。好啊，你就唱歌，当一件啊，你拄好伫洗身躯啊，啊，拄好绑起领花裤啊，啊，拄好手要从你后边绑，拄好绑袂着，绑袂着，迄个鬼讲，我甲你绑啦，你开始当我惊着啦，你就对啦。我就开始讲啦，我就是要来找你啊！你好大胆，低姑娘啊，得爱你，你是安怎唔爱啊？要啦要啦要啦！哦，就甲你惊惊来阮家啊，就对啦。真的、哦。啊，就来甲我弄门啦、啊嗯！啊，我一个开开尔，啊，真是你来啦！啊、哦，鬼带你来啦！哦，我看到你来尔，好欢喜啊！内裤暖人未？我啊，其实我有触动啊咧，我就知影讲鬼一定带你来咧，恁得温顺的啊咧，我就要甲你揽啊！啊，结果你唔我揽啊！啊，你唔我揽，我就甲鬼讲啊，讲鬼鬼鬼，伊。我揽啊，袂啦袂啦，你是安怎问呐？袂啦，我你来给我揽啊，嘿啦，啊，我要甲你斟呐，啊结果你唔我斟啊，嘿，啊我就甲鬼讲啊，鬼鬼鬼鬼，你认真唔我斟，你是安怎唔我斟？袂啦袂啦，我你斟我，结果我让你斟结婚呢？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你都紧张嘛，看到鬼会惊你。哎，嘴唔教我斟啊！你结果对边教我输，你教我输输到我无空气啊！我人我未喘气，我昏你啊，对不对啊？哪里啦？这啊，这出戏一定袂歹，这个电影潘俊荣导演的，这真正袂歹袂歹。你当年袂歹哦。系啊系啊，啊到时万事再拜托一下。拜托什么？你来拜托啊，对不对？我袂晓斟啊！哎呀哎呀，啊你教我教。小妹，我教你教，我家己嘛袂晓斟啊。啊，你袂晓啊？你上好啊！啊，这两个我别输啊，敢那在输落来吧呢？对不对啊？哪有这样啦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我到时我吼，我的嘴，我的洗嘴啦，我卖部分人就好啦。你看我为着要演这部电影吼，十一月前一定要杀青呢。所以吼，我为着要让你小金哦，我无部分人，你看我暂时的嘴外闭，你敢唔知影？对不对啊？有啦。到时才拜托一下吼。啊，你面人我真无卡层费，我真济有人要紧啦。怎么啦？系啊系啊，啊做电影呀，做电影呀，啊你也是要真真正有在你金哦，对不对？啊！那我们输卡服你，我做好输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看你那个样子，好好笑。嗯，反正就把它当做牺牲好了。几三有做牺牲？几三有做牺牲？没有，我说好，我跟你演呐、啊。啊，跟我演是那牺牲？我是很愿意跟你演呐、啊，随便说说的啦。什么随便说说？你要跟我演，你就讲哎，诸葛亮，你真的要拍这一部电影？嗯、我林宇真真的演这个角色，嗯、我尽量跟你配合。对啊，你讲啊！我有这个意思，那我还没讲完呢、啊。还没有讲完，不行，那牺牲。我是跟你开玩笑，逗你玩的啊。啊，我专门在给人家玩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。讲这个话要刺激我，你，我跟你讲啦，你原本看我无去啦。我没有、啊。你较早你伫台视甲刘德凯啊，靠，这秦香林你不是真甲鸡球球你啊你？哪有，那是演戏假的啊。假的，我嘛是要假的，我讲我要真真的呢。那也不一样啊。是，现在不一样，伊靠我证明呢。你骗鬼！你都唔捌我斟着你，我斟着你，百袂开都有咧。我甲你讲啦，恁这水的，你唔茫看我无去啦。讲句我土咧啦，你要爱我会对，还佫真拼。我甲你讲实在的，你担歌单，我唔是臭单。你甲我探听看，我低姑娘阿爸甲对一个歌星安怎无？没有。讲的唔知啥物，我也看我会特别无去。你要嫁我，我爱讲，我还佫考虑的呢。啊？恁爸身体歹呢？你这种的嫁我，恁爸差三年就过死你啊！我爱讲。才不会这么快了，我又不会害你。你不会害我，我就是为死送死啦。你这个给我，恁爸当我你生养，会当我你食生好，会当我你骗药，恁爸搁身体较歹，恁爸嘛食药啊病哩。讲个唔知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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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你这哦，甲我无分啦。但是我讲一句话送你，我讲你听哦，你唔茫爱烟头的，无甲做啦。你这水的吼，拢嫁哦比我这较歹的啦。你政府配给的啦，啊无遐歹，唔得去小哭啊。好啦好啦，就是因为这个。
诸葛亮的访问秀啊，我们蓝天唱片公司的老板啊，廖雕西啊，叫阿西啊，叫那真介意啊，因为哦，在这个这访问秀的录音带内面哦，是第一集你就来做特别来宾啦，对啊，到个今仔第十集你就来做特别来宾啦，这是真给你欢喜啦，谢谢阿西老板，嘿，阿西，哎呀，阿西，阿西。阿西啊，他娶娶某还能讲假？你也唔知影，你讲呢，不如个做人真好啦，确实袂歹啦。啊，真欢迎你来这个所在。啊，最近讲你也做歌星啊，啊，灌唱片啊。系啊，灌一张唱片啊。啊，袂贵的。做好笑我嘛唔知呀。难怪我家己嘛灌一张。哎，你冇怪。我伫那天唱片公司灌一张低歌量啊，故事老歌集。嗯，无啥人买。不是啊，咱哦，咱讲实在，一好就无两好啦。系啊，对啊。因为我是讲笑好啦，啊，你讲叫我去唱歌吼，我是会认真唱啦。啊，那我一挂好的朋友会加减甲我捧场啦。啊，咱讲实在啊，我家己有时啊听了是感觉真介意啦。哎，内行人较听有啦。啊，感谢你。诸葛亮的访问秀，诸葛亮的访问秀，七彩灯光变化节，高级音响头一家，综艺的笑剧大行业，诸葛亮的主持五路咱大家，访问歌星，予咱笑嘿嘿。全省找无第二个，诸葛亮的访问秀，亲像好酒斟红茶，朋友听完一个报一个，一家报一家，诸葛亮的访问秀，上佳节，节目精彩无问题。